一次浪漫温泉之旅成为夫妻分手导火线，究竟是娇妻见异思迁，定是老公神经过敏？之前我们好亲近的，天天要抱着睡，不抱着睡不舒服。从泡水温泉回来，就是不给我抱了。就是他，你说他泡温泉，然后怀疑他出轨。对对。曾经抛妻弃子找真爱，为什么又被娇妻抛弃？中风的老公为什么被指责性情偏激，暗中折磨老婆？长期家暴，我变态了，他们两个人没事。他老是虐待我姐，敲我姐的头啊，三更半夜敲我姐的胸啊，不想看到他。就你们都很恨他是吧？是啊。他一定要我带，不带就不给我做饭。他肯定有男人的。残疾的身体，悲鸣的心理，究竟是谁个背叛了婚姻？不能在这里自暴自弃啊！你说什么？我去诚实了。你不需要讲。我哋嘅法院就不可能再原谅他了，不能再接受他了。我们法院原谅佢啊！呢个法院见。都冇用。哎，我死啦！敬请关注真情追踪，中风老公变躁动，娇妻其实不风流。